买回来了，来来，老婆来，帮我弄一下，帮我弄一下，我要开箱试吃，刚买回来，这饮料先先放旁边。那现在这个它那价钱没有很便宜的哈，它原本就是这么贵的，原本市场这种制造3.8磅一个要卖90，它现在是110，蛮贵的哈，许师傅，也不过它行意就好啦，也行意就好，再开箱，也行意就好了，我看它这么贵，还是一堆人来吃，这相当于台北的价钱哦。嗯，看起来不错嘞。嗯，好，这样来，我那看，边还蛮多的，6万多了，还主食啊，主食，那主食蛮多的，它不会像主那食边蛮一点多，点而已。我先拍一下照片，啊，没有辣椒哦，没看，他讲啊，他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没有看到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是刚刚看那个的，因为我外带的，我们先试一下那个，这烤鸡好吗？先吃一下这个烤鸭啦。嗯，挑一个比较，我们先挑这个部分的。哎，有了，它有辣椒那个，我跟他讲啊，有了，它只有辣那个了。我先吃一下这个部分。嗯，不错啊，你先看。嗯，烤鸭不错。你这样还在认错，认错才不会那个。烤鸭味道不错，味道不错，你看看。要不然你要吃个这块有油脂的皮呀、啊？嗯，这样看。你吃看有那个油脂有皮看看，广角一点。嗯，这样，还不错吗？哦，它主食还不错啊，主食还蛮有料的，没有说。没有说那个，难怪生意这么好。那这个是拉拢。这哦，这3.8，这是鸡腿吗？这好像是烧，拉拢，啊，叉烧吧？叉烧，叉烧，这样，我夹这块嘛。叉烧，这样。嗯，它要跟那个新鲜不一样，像它确实，其实这个相当于100多块，差不多了，还不错吃。嗯，吃下这个，哇，这鸡腿嘞，哎，整只鸡腿，嗯，没不小气，嗯，你吃，这应该不错。那重点是吃那皮，嗯，它价位高，可是它蛮有料的，毛啦，你吃下看它皮。这样我吃的，你吃啊，你看，我是觉得整体应该味道都是差不多那种感觉，还有它的特别。那你放着，我自己吃啊。不过脆皮那个烧鸭，我比较喜欢吃那个京城那个新良记，它那个脆脆的感觉很好，油脂。来，吃吧。它比较软嫩的哈，这边刚刚一个整体很软嫩，它给了一个是整只鸡腿，它不小气，不过所以这个有它的价值，是因为现在涨了，不然之前好像卖95了。行不行？对吧？用广角，反正哦，我想要吃伊个皮啦，看有种无？啊，我在旁边辣辣的那个感觉怎样？那你菜脯吧。嗯嗯，菜脯不错。我希望它那个有点脆脆的，它比较没有什么脆哈。它比较软软的感觉。那配菜，我看一下配菜，看看，帮我开一下这个汤。配菜不跟京城完全不一样。看它的特色，它的汤是那个猪血，猪血跟那个什么，什么肉，看见，哇，汤也蛮有料肉的，吃一口，我的应该都是那些啊哈，我喝看，帮我拍一下，它单价比较贵，但用料蛮扎实，哎，好喝哎。它跟京城完全不一样，看到它的特色，这可能这高汤真的好了，可以买，吃这个可能可以买。OK，好了，分享到这边了，最喜欢朋友们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